大白，乔大白，没有乔大白，你过来，你为什么要从天而降啊？大哥在这里，可以给你，对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当药了，我当药了，兔子，干嘛？你掉上去，你回来扫一下，我去看。从后面，好啦，我不行，我想一下我怎么上去。乔大白，乔大白好像在大厅。哇，可是他有那个权限自己移动啊？嗯。好像没有移下来。哎，隐形的下楼，下楼，下流。下流，下流，下流。隐形的下流。Nice。这个投资应该是有赚哦。等你，我等你，我等你啊！我收。好好，准备走，准备走。乔哥来。OK， 拍谁？这边，这边。你回家，你回家。你不知道老地方在哪里？点名。点名，What the hell？ 点名，经验归零的。努力中。我们有点难点到啊！点不到名呢。我在跑，我在跑。回家了，太远了，好可怕。你愿去他们家，去他们家。小哥们，过来，过来。他们家。这里，过来。嗨，穿皮装的。那边呐，我来。哎，不行，输了。太难了，老弟，他们家太难了。对。哎呀，归零啦！哇，又因为点名。可以，我走得掉，我走得掉。稳住阵脚，大家不要太难过。哦哟，这个开心。我三个完全分不清楚谁。马上，我马上搭救生艇逃回来了。我，来 ，nice 是吧？好，那是老地方。哇，我跟你们说，救命啊！网路线被猫咬断了。哇塞！网路线好像被猫咬断了，超猛的。你要铁矿圈那边拿就好，这边我来。那你刚叫我过来了？干嘛？我在射人哦，在那边打。哦，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吸到牛排了。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全身钻石中的，全身钻石中的，超多题呀。哈基，你怎么在干嘛？哈基疯了，哈基确实，哈基 K 笑。哎，那个全身钻石装，完蛋了，我太深了。还好，我太深了，我要死了。他原是那个，到了没有了 ？No， 不在那边啊。哎，他全身钻石，哎，你的装，没办法，给了。白象，我以为他们家已经没有战力了。OK， 没有钻石装的，超恶心八六丁啊！哦。八六丁，恶心八六丁，帮我打，你在干嘛？送，快点，没关系，他们只剩24滴了。嗨，行的，我有功哦，干嘛？想射我？哎，他，你捡，我身上很满，吸到超多东西。好，铁矿那边有人过去喽，人来喽，我们家又还有很多。很多铁吗？撸的炸鸡，炸鸡，有人在打，他们有人在打。哇！全是铁装，不是钻石装的。你没有办法吗？我已经没有办法了。小心，他有强力三的弓，还好啊。哦，应该还好。我绕后打他。哎，不行，他们有人来了。我们压钻石装的出现好可怕。我们这边只有两个人，没办法。真的没办法，钻石装来了，好恶心，钻石装太硬了，真的不行就算了。那头用偷的，对，来帮忙，哎，哈哈，痛好痛啊！不行，石油，洗面，能不能拖他多久一点？后面，他还在水里，不可以，快打洗油机，哇，太快死了。不行，西妹，超痛啊！西妹，谁死了？我死了！哎，他们打进来了，注意！哎，不行！痛！哦！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钻石装差四滴啊！好可惜啊！打他！打死他！他剩一点点。哎，我们家里那个天眼兵注意哦！天眼兵那里哦，我看到，有一个红色的，他钻石来了。没关系，上面我刚好在上面。糟了，我上面见识。他在挖，他在挖。哇，你在挖。有他死。哎，小雨，你要玩什么吗？我要去偷挖。那跟我去好不好？我有五十个铁。好。先来。是谁放工作牌？先来这个宝箱里面拿稿。拉近的时候看到，里面。
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怎么裸体了？对，我全裸状态。那你要跟我们一起去他们家吗 ？OK OK， 有这边有这边有铁。等一下，右边有人想来。又要打天眼吧？家里面没人守，我上去。家里要守一下哦。小雨晚一点再用，我们等走到一定的路。好，有没有隐形的来了？有没有隐形的来了？目前没看到。那个，不，我们你们是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？因为我在左边这里。我们家里有人，楼下过一下。楼上楼下哪里？楼上我拿了盾，有啦，我在。有人来了。这样很暖。哎、欸，超！哎、欸、呦，钻石在上面，小心！哇哇，好多人啊！上面的钻石钻了哦，有看到钻石装的。哈基团团，你们再冲一波。嗯，再冲一波吗？对，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配合。好。小心有骷髅哦！你继续射，有我在继续射，嘿，中，走开了，这一射，他们家都固定有人在。嗯，他们家什么？有一个隐形的，然后要进来我们家，他不知道天眼兵吗、哦？他们家长得好像我们家。哎、欸，家里顾一下人顾吗？家里有人顾吗？没有，回房回房，好，家里，我现在去，我现在，我也回去了，哎、下不去。因为你行，企鹅是太可爱了吧？企鹅，你是小八七耶、欸！隐形企鹅，隐形的发光企鹅，发光企鹅。他们家太多人了啦。对他们家人很多。对，啊、那个团团，你们看可不可以过来？因为我们是隐形的。哇，桥中间也好多人啊，好多怪物啊！小雨，你是绕一圈没有机会吗？还没。哇，他的弓好痛，还在里面。很痛，你不要死啊！你小心哦。有躲掉了。小雨，你的秒数剩多少？两分。哦，还行。那我等下故意引他们。嗯。就过去。他弓好痛哦，他弓很痛哦，小心。冲！快到。他们现在全部都在附魔，是不是？有一个在下面守。哇，谁？两个，三个。骷髅。谁要哭了？谁哭了？不要哭了。哭了！吸引他们注意，我来开门。哇，团团又赢了！呜，哟呵，团团带死，合作无间。那我还在隐形啊！这是什么数字啊？太猛了！小坏坏。好玩，我觉得隐形去开门超好笑、欸，超好玩。我刚走过去，然后开超多扇门，跑掉了。全身钻石装的跑掉了，那我就开很多扇好了。他难过而走了，带着钻石装走啊！啊，你们没有，他钻石装在我身上，我要换上钻石装了。喷掉装备就是全体隐形出发啦！对啊。结果小雨都没挖，小雨你到底隐形干嘛？没有啊，啊，我在旁边帮你们开门。这个没有用的人，很好笑哎。然后我叫两只天眼兵哎。有哦，对。好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用，是我没有用，对不起。超好笑！我们好像第一次这么早打完观众跟 PK 场，对啊，真的还不到十点，开心。嗯，第一场比较快的关系啊。企鹅，你刚刚为什么要隐形然后发光的过来呢？他卖萌，女企鹅，他卖萌，女企鹅，哪一个企鹅？女企鹅还是男企鹅？女企鹅，我面前的这个企鹅，太可爱了，太萌吧，超可爱，而且还戴着帽子他其实应该往上走吧，那个天眼兵炸掉才对。可能是第一次隐形吧。不能投一下啊！为什么会死？这个是暴力拜二兔子的仇。我还有一组多的绿宝石哎、欸！想玩绿宝石？太多了吧！还在那个，我想说就没有要招那个军团，我就放着。可以招啊！原来有发光，所以你们不知道我发光吗？怎么这么可爱？啊！他走来之前，我的那个他第一次玩嘛，他不知道。啊！打呼呼的。他身上好多箭矢哦。
太垃圾了。太好笑了。啊，开心休息。好了，休息了。观众觉得好玩，就去双核心报名一下吧。哎呀，投爆，他投爆了。他投爆了。他挺严重的。哎呦，打出他的头来喽！这个爆装系统。爆一。等一下。打分布。会爆一。打衣服，你要瞄衣服的地方。有，这个台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。哎呀，裤子，他没裤子，衣服也没了。爆了！他生气了。爆一。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。我天哪！啊，对了。看。哒啦。好啦，这个今天这个大家觉得不错玩，都可以去报名，五个人一队就可以报双核心。什么东西？你盖的发射器有成功吗？没有。干掉。看看你的毫无作用发射器。刚刚你盖都盖那边，害我刚刚想说，哎，为什么进不去？对，对不起。你里面原本是放什么？啊，剑士。没有啊，剑士。因为他是往前射很远，根本没有用啊。哦，对啊。然后这个是我刚刚怎么使用啊？这发射器。如果我刚刚想说用，我刚刚想说用连闪。对。啊，就很耗箭矢。一定很耗箭矢啊。然后这个是我刚想盖的。哪一个东西？水流阵法吗？没有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？哦，走不走有缓速，有缓速效果。哦、然后其中几个，比如放打火机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冰火五重天。哦，哎、欸，这还蛮厉害的。对啊，会缓又会烧。哦哟、感觉蛮猛的。可是这也会杀到我们自己人吧？你说僵尸吗？对啊。对啊，会，我刚刚就是发现好像会射到自己人，对，所以，好，这也会缓自己人，看起来猛，但是误伤自己人，没错，会误伤队友，好像很厉害，而且你看，其实踩过去压力板也会显示，所以这样比较好找。就是会响，还不错哎、欸啊，这样你家可以全部铺压力板啊，下次。再来就是下面都放红石灯，上面放那个压力板。哇，更明显的提示。对、嗯，然后这个踩过去，隐形的人会那个，看他怎么办。嗯、好坏心哦！压力板是真的不错哎、欸。有啊，我那时候有想啊。可是要把我们全部这一部分压力板也是件太困难。对啊，也蛮花时间的。不过跟观众场可以啦，观众场用机器那个有用多啦。对啊，跟观众场很耗时，就可以尽量玩。对啊，人够多。下次吧。Good， 好啦，休息了，感谢大家。休息啦，晚安。大家晚安啦。阿纪，你先安安什么？晚安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这个双核心歼灭战，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报名，如果你们有自信的话，没有自信也可以啊。这个相信你们都看了那么多，都有一定的实力了，只要凑足人马都可以去报名。那今天都玩到这里，因为明天还会有一场的这个双核心歼灭战明星赛，好难念哦。那明天的话，我会看要不要下场啦，就是会再快一快看看。那明天是不一样的人马。会有小强他们，小强他凑四个怎么说啊？反正小强他们一队，小强还有五个人一队，那我这边也会再找五个人过去跟他们打。那是否我会下场呢？我会看看，是有点想要比，可是又觉得那样好像太对不起小强了。对，会再斟酌一下。对，好，感谢大家啦，晚安喽，拜拜。